2022年4月 ，K-pop 女子组合品牌评价公开 ，IDOL 在女子组合品牌评价的大数据分析中排名第一，展示了新专辑《I'm Not Dead》火热。IDOL 品牌参与指数为286688，媒体指数977145，沟通指数145647，社区指数1949682。品牌评价指数为4664162，与今年3月的品牌评价指数412834相比，上升了1026.79%，展现了组合的大势。排名第二位的是 BLACKPINK， 虽然 BLACKPINK 已经有一年多没有回归，但综合热度依旧很高。第三位则是 LIGHT BABY，LIGHT BABY 近日以 Feel My Rhythm 回归，变身春日公主，也展现了他们超高的人气。第四位少女时代，作为最强二代女团的地位仍不可动摇。第五位 TWICE 正在举办第四次世界巡回演唱会，人气之高，公司决定追加举行演出，也证明了他们强大的票房号召力。对此，韩国企业评价研究所所长具昌焕表示，对2022年4月创下女子组合品牌评价第一位的 IDOL 品牌的链接分析中，强烈参与支持较高。关键词分析中 ，Tomboy、Billboard、Anavda 较高。从 IDOL 品牌的详细分析来看，品牌消费上涨369.49%，品牌热度上升506.05%，品牌沟通上升1197.36%，品牌扩散上升2376.60%。让我们再次恭喜 IDOL 吧！爱豆韩社，每日解说最新韩语，欢迎点赞和订阅哦！